从 IT 男变成魔术男，这个中间的转型是非常大的，而且 IT 男至少生活稳定，魔术男大家其实心目中一般耍魔术的好像就是雕虫小技吧，挣不了什么钱。到底是什么让你有了勇气做这个转型？其实我觉得啊，最大的原因，就是最大的原因是我发现，用自己喜欢的事儿赚来的钱，甭管多少，花着特别有尊严。那你这一路走来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感谢的人？特别感谢的是我的恩师秦明晓老师。老师今天也来到现场了，是不是？来，我们欢迎老师，欢迎秦老师。哎，你们好。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秦老师。我的师傅呢，其实是这个，在中国呀，是唯一一个获得美国好莱坞魔术城堡颁发的年度最佳讲师的这样的一个殊荣。大师。然后，对，真的是中国的魔术。掉河里了，一直没干过。其实大家认识魔术啊，还最早的时候，可能大家会觉得是2009年刘谦在春晚上把魔术带到了这个大陆。但是如果大家细心的话，在2009年之前，很多届春晚上也都有，都是秦老师，对，所有都是我师傅演的。82年第一届就是我。既然我们今天把老师请来了，师徒两人见面，能不能也给我们表演一个魔术，让我们看一看这师徒二人合作是什么样子？可以吗，老师？我还要教你呀，我们还可以学呢，那太棒了。我这儿有一个有灵性的小熊，哪位朋友愿意上来？来，举手。来，大家踊跃一点。好好，就你。我就愿意选戴眼镜的。为什么呢？他看不清。哎，你先检查这三个杯子。哎，杯子是。我们请导演给我们观众朋友拿一个话筒。三个杯子都是空的。我们之间认识吗？不认识，从来没有。但是我在电视上见过您的节目。我也瞧见你在电视下边直接我鼓掌。我背过身去，你把这个小熊放在任何一个杯子里扣上就可以，好不好？好。好，我背过身去。哦，你看不见，你是。扣好了哈。好了，老师。可以了。这个我都说了，这个我为什么选戴眼镜就看不清楚。你能不要老发这东西？我就愿意选这样的助演，在助手里，你再跟我那看。我觉得这个秦老师这不行，他老看着这个杯子就暗示了，知道吗？这就是啊，重来一次，重来一次。或者你再轻松一点，放松一点啊，放松一点，放松一点。你别老搁这个啊，其他两个也不放，什么地方都可以搁，对，这三个地方之外也可以搁。刚才你放的太慢了，这一看两家里不干活，这往右搁这东西就那么半天。老师，我放好了，小熊。不要对眼，对眼特别不合适。哎，这是怎么就猜这么准呢？这就是心灵魔术的初级版，是你能读心术是吧？读心术。刚才你说什么？要让我们师徒二人表演。对，关键的是我在前边，我徒弟在旁边。刚一直对忽略他了，他给暗示了是吧？哎，他是用你们话讲，他是我的托。他怎么暗示的？很简单呀，我事先告诉他，这是左边，这是中间，这是右边。咱俩上台的时候，他要放在左边，你就手放前边；放中间你就搁这儿，说在后边你就在这儿。老师，我放好了。简单吧？这个美国魔术城堡里边有一句话：优秀的魔术师用着最简陋的道具，达到最惊人的效果。对呀，您这个来的是通心术、读心术，
那您算过现在一共收了多少徒弟了吗？我收了有十个徒弟。啊，十个徒弟，那说明收徒弟考核还是挺难的哈。您收徒弟有什么标准吗？我收徒弟的标准，对形象没要求吧？长得都没有要求，无所谓，只要他热爱魔术啊就可以。相声界跟魔术界应该差不多，挺讲辈分的啊。对，讲传承。拜个师什么的挺难的，你怎么想到要收他为徒？第一是他喜欢魔术，我说还在这一个非常二三十人的小，这个叫什么？小酒吧。小酒吧演出的时候，我和我夫人就去看见了。我一看，他的表演能力很强，他的语言能力也很强。那时候他还在一个好大公司，他竟然能把大公司的高薪不要，去选择一个下一步还不知道能不能吃饱的行当，那就有一定的勇气。他的勇气是在于他的喜爱，所以说我就选了他。就您心中是把这个对魔术的爱放在第一位。对，谢谢陈老师。